10月13日，王志在社交平台罕见晒出女儿小米的正脸，并配文：补个国庆假期，第一次带她去故宫，吃到了心仪的巧克力味冰激凌，心情美的哟。三岁的小米遗传了妈妈的好基因，皮肤十分白嫩，小尖脸大眼镜，颜值超高。第一次到故宫的她超级兴奋，穿着浅色卫衣，可爱又大方，满脸的新奇活泼。王志给女儿小米买了一根巧克力冰激凌，她伸着舌头，一脸嘴馋的模样，表情灵动可爱。可惜此次出游只有王志独自带着女儿，不见老公的身影。王志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从小学习武术，还在专业院校学习过舞蹈。他因出演《夏洛特烦恼》而被观众熟知，演技十分出彩。此前王志还参与了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让更多人看到了他的才华和魅力。王志的老公有意是一位知名的时尚摄影师，两人相识于朋友聚会，经历了五年爱情长跑才走入婚姻，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小米。祝福他们一家人永远幸福，也期待王志在事业上有着更为精彩的表现，出演更多的好作品。